我把一个女儿好好交给你，你是拿婚姻开玩笑吗？妈，对不起，我跟梅香骗我自己。没在一起是遗憾，但在一起也有可能更遗憾啊。她现在身体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她的身体状况，她身体状况不好。幼主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我是不知道你跟你女朋友怎么了，但你看起来心很痛。